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9号啊，我们开了时区了，开服的第九天，然后后天12伏就开了，小巴菜和这博哥还有一堆的人，一堆主播都要去12区，他们想给我们干一个大的，我争取怎么样，所有老板赶紧把2伏合给我们1区，把2伏合到1伏，然后呢把3、4、5伏都合到1伏，之后他们的12伏拿头和我们打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好，接下来领取一下，然后呢我今天这些都可以领取了。哎，怎么才挂了1小时呀，还有一些领不了，太可惜了。小龙昨天充了我1500，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恨的，可恨的是你看这6级24个宝箱，我搞来的。最可恨的是什么？是我的元宝他都花完了，而且是流通元宝他一起花完了，本来流通元宝是很值钱的，他就当那个非流通的一起花了，就是当榜元花了，我的天，我真的是头痛欲裂啊。这个再突破一下。然后小龙昨天你还和帮会了对吧？啊，对，他们很合的。对，那就合挺好的。这儿我们合成一下。哦，这金色的还有失败的更厉害的啊，还会失败？对，我是帮别人合了个金色的失败了。哦，没关系，那既然会失败那就有意思了。哦，哎，别啊，各位，我们先去接任务呀。现在也没12点吧？可以接，可以接。其实是我告诉你啊，我告诉大家，大家可以先去接，然后先去运，然后等到你运到的时候，只要是12点交的时候就多20%啊。我们玩远征的时候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哎，博哥和图在一起没有节目效果。那我们不在一起根本有节目效果啊？怎么队长就召集队伍了？你队长召集队伍干啥？他们应该是打他副本。没有没有，他就在这儿。你他妈你拉个标，你还这离队离队，你拉个标而已啊。他就我还以为是那个谁的队伍呢。稍等，我找找。哦，天下啊，就这个队伍，他们待会儿会拉着我去做副本。好，奖励找回。昨天就是天下武道会没有找回，晚去5分钟，他们就已经打完了，他们开始打了。是昨天几点钟活动？9点多好像。还有9:35。8:45啊，等一下，我不是要押标吗？对啊，你放下。他怎么又跑了？你跟随他的，你别跟随。没跟随啊，跟随需要我允许的，我没有允许啊。他怎么搞的？今天这个游戏乱跑。然后我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福利的问题啊，我们这福利送大家33的首充，对吧？这个周卡优卡大家都知道的。但是呢，现在这个 D 站的玩家啊，他陪着我们一起玩了很久了，现在已经是第9天了嘛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先发一个这个100的红包啊，今天就发早一点。我是想和大家说啊，我们这个福利，我既然说过这个游戏我们可以拉满，因为国战游戏嘛，我们很希望大家能陪我们一起玩，所以我们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这儿就发一下，你们去哪个区都可以抢啊，一区也可以抢，其他区也可以抢。我希望就说我和其老板沟通一下之后，比如说每个月送大家一个这个首充，送30块钱的首充，对吧？你签到30天啊，不用连续的签到，你就只要签到了30天，也不是这个月，你可能2个月总共签到了30天，也送你这么一个30的首充，这样子会比较好。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人特别是低战玩家能留得住，这样的话一起玩才有意思，不然他们走的话其实就人少了，只留几个高战也没什么意思，高战玩的也玩不下去。我的话节目又很需要人多才热闹，不然也不行。好，现在先换标啊，后面出跨服对战肯定会出。我们这个队伍其实特别的爽，就是每天打 BOSS 就是11点打 BOSS 和下午4点钟打 BOSS， 现在时间换了，换成这两个时间。这两个时间打 BOSS 的话，其实你挂一个队伍就好了。要是有队伍的话，你什么都不用操作，你就点跟随，然后跟着他到处走就行了。但是有概率就是你被别人给打死了，你如果不盯着复活的话，就会有问题。然后这个复活其实是可以用那个绑钻买那个什么草的，用那个复活是最划算的，你直接用那个元宝复活，越复活越贵，复活不了几次的，是这么个情况。到时候我死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我昨天合服之后今天应该是凌晨2点给了2个名将签名，名将签名红色的，这个是很珍贵很珍贵的，非常牛掰。现在我们这个后宫先缠绵一下，成就领取一下。老板昨天没有来缠绵吗？没有，应该让他缠绵一下，收个费，收个500块一次，谢谢。哦，这是美食表达，对吧？赶紧给这个布莲师升一升啊！太便宜了，老板还不喜欢，觉得哎呀掉了，让他这个没有了这个逼格是吧？啊，怎么这个升了半天才升到3级？这个橙色的好男生啊，这个是未结石，这可以试一试。缠绵冷却，下面是经验，上面那是元宝。哦，每个人不一样，这个给10万的经验，没关系，一会儿也缠绵，都缠绵就完事了。他这个还有一些时间限制，然后我们先一键扫荡啊。现在60级，可以扫荡的东西就更多了，这个都是扫荡，直接又升一级，39万、40万，名将签名状，上品声音石30个，20个真品的声音石，舒服。你看这些石头其实能加不少战力的，千里走单骑也直接就扫了，都不用组队了。昨天的老板会有小龙充了1000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抱怨的就是你充了1000，你还全都花了，这个就过分了。充是我充的，花是老板花的。那好，你背锅，今天你帮充1500，从你的珠宝扣。啊，我珠宝油不够。这是先交的任务，然后珠宝油就100块钱。
啊，那一百块也行啊。啊，不就一块钱？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啊。这些其实可以先升一下，对吧？技能点一个，兵书一万个材料。那天买的商城买的那个材料，我不知道是叫什么，小龙再帮我找找。买哪个？不知道，就是这个材料，就是这个书，这个残卷，一万多的，买一下就给你一万多。可以，商这个商城在好像在杂货，不是在后面找一下材料商城。开物件不是材料商城是吧？兵书，对，啊，但是这个我们是元宝只有541，这个不要花流通元宝，花流通元宝只是白痴的行为啊。老板白痴，白痴的行为，老板不在意这个，对吧？你不止你会玩，你还不制止他，老板不会玩，因为他没有玩过这游戏。你会玩，你还不教一下他？你把我这个次数全用完了，你就是白痴，我就这么说，因为你就应该阻止一下老板的。你啥都不做，哦，一心招猎，下一万一元五，看一看再说，反正这个东西我们抽不动了。免费次数他什么时候能再送一点？法宝觉醒这个是可以培养三次的，这法宝培养的是去给他神，我都不知道。两个乾坤木，这里最多就是三个乾坤木啊。啊，一个。他觉醒是在干嘛的？我也没看到在哪用觉醒。觉醒这里啊，觉醒进度66，你抽一次有一次觉醒啊，79了。你再培养一两天，这个东西就觉醒出来了，法宝就开了。拿到东西，老板赚的都全部冲进去，然后都是给老板，反正也不行啊。反正老板那天是，请了我们，就前一天请了我和你嫂嫂去吃了顿饭，啊，小龙也在场白嫖了一下啊。小龙带着他的小巴菜来白嫖了一下，然后老板就把这个账记在我头上，结果用我的游戏，用我的支付宝充钱，对吧？小龙就没听起来，你是不是欠了我些钱啊？啊，我不是给了吗？你给了啥时候给了？给了什么？我说做梦给啊，做梦给，而且不用买这么多的，没用。哦，好好好，一阶的，除非你换装备以后才能。哦，一阶这是一等的。对，一等的没用了，背包有几百个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哎，早说嘛。今天是周一啊，所以要买东西不少啊。这个羽毛其实可以买。啊、你不换标了吗？换，先等等。我看你准备结束了。没有结束，我在看别的。来，红色背包的图鉴，我们搞两个。哎，谁送了玫瑰？曹操和孙权 ，nice。这个坐骑技能好像是得买的、哦。对啊，橙色的这种。但是这个是这个元宝就比较烦。我们先去这儿充一个98。今天我觉得少充一点，是因为我们预算就是每天300到500。现在这里没98。没98，对呀、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。现在是12:09，应该是有一个限时出来的，就是那天那个宠物跟着我的宠物，我们那天没有买，但是今天早上它又出来了。但是现在又结束了。现在没有结束，应该重新上就有了。我们这个得冲，哦，今天其实冲400可以拿到这个白虎，但是我觉得你看我们搞那么多战力也就135万，我节省个几千块钱，也许我现在就少了20万战力，但是也没有关系，能打过的就能打过，打不过的还是打不过，你说有啥用啊？没啥作用的。那这个累充100，前往充值，什么充个这充个这个屁啊，充这个多没有意思，对，很亏。龙哥，你来充个5000，要求不高了。等等，我去买彩票中500万，我给你充1万。你不用不用，你充50万就可以了，你不用买彩票。啊、行，等我哪天买彩票。为什么一定要彩票呢？这不真诚啊！不买彩票，没钱。不买彩票也可以啊，对吧？昨天晚上老板说他28，你有点不信。是他破处以来的这个第28年，大家理解一下。老板其实说的是真话，但是呢，你要换个角度理解，不是你老板没有那么浅薄，你以为他在第一层，其实他在第5层，对吧？中间你要猜测他这个意图，其实你不用怎么猜测，你就往最骚的一个地方去猜测啊，就对了。老板就是这样的人啊，对吧？把他卖了都不止50万是吧？那卖人犯法呀，我尽可能做合法生意不好吗？是吧？啊，这个越级升星是什么？啊？啥越级升星？这怎么有个越级升星啊？就 B 层卡，直接就成为9星了是吧？将任意6星以上装备直接升到9星，哇，这个好香啊！我这些都是6星装备啊，对吧？直接就给他压了升9星，那只有两个，我知道，那直接就升呀，升，这好贵的呀。会覆盖到原有星级，不会超过装备最大星级。最大星级，那证明你有个最大的，他会跟着走吗？这个星级应该没有问题，9星而已啊。你看，直接9星了。那你把第一个太阳升到皇冠，你没有？没有太阳啊？那升太阳干啥？升太阳就亏了。都是太阳三星，舒服。这9星必成卡，这真的是变态。然后这是我们红色的，其实可以搞一搞。这荀彧4级，哎，这样可以签名的哦，可以有个签名的。郭嘉，郭嘉没有用。我们这是，也就是荀彧。周瑜有两个，周瑜是两个红的，荀彧是只有一个红，两个红哦。荀彧和周瑜都行，刷一下。哇，荀彧，那把那个签一下，那个没签。郭嘉没有。郭嘉只有一个，郭嘉刚才出来的郭嘉被我洗名了，再来一个，你来个诸葛亮啊，刘备先保存，又是郭嘉，再签名，
就签的是什么？曹操。哎，曹操有曹操有一个，有两个，现在是两个了，但是没有作用的。他四个才救。对对对，荀彧的话现在又搞就搞八个了。周瑜签了吗？周瑜签了还是周瑜？你大爷的！先帮我做一下名将姿态啊，把这些东西都做了。你看一键完成，多舒服啊！这游戏就是很舒服。没有没有，张力榜怎么可能拿第一？他第一榜是个变态。哦对，哦昨天我们这儿出了一些 bug， 就这个奖池，他出了一些 bug， 你删除了的。这神秘人，他昨天一直在中一千，一分钟一千。因为我和大家说一下这是怎么回事，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多了一个这个东西 27%。为什么要加这么个东西？昨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个人，他叫那个九江生煎啊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九江大佬，他充了1500，但是一个100都没有中。他充的那个100就相当于是比如说啊第七个吧，第七个奖池别人充了300了，这时候他充1500，然后呢前面的这个奖池就满了嘛。对，然后前面那个奖池那个钱是给到那个300的那个人 对吧，然后他就没有中。他后面的那个1500，然后呢有800进入下面一个奖池，结果后面的那个800也没有中，所以他充1500下去，运气好能中两个100，结果运气不好，这是最背的情况，两次都爆冷了，他就一个都没有中。所以呢我们就想着说要有一个百分比的东西出来，能够给他显示一下，说是显示已经到奖池多少了，就不会出现他那样的情况了。他比如说他就是0%充一个1500肯定就能出一个100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就是搞了这么个东西出来，昨天立马就上线，对吧，他们的速度都特别的敏捷，立马上线之后晚上就出了一个 bug。因为你做了这个功能，结果就动了一些其他的代码，就有些 bug。结果昨天就有一个人一直中1000，但是还好说这个游戏，他们发放钱的话是通过审核的，要人工去发放，所以呢就没有出问题啊。昨天晚上是出了这么一档子事，然后呢，是神秘人大佬一直在中1000，别人说他是托，神秘人大佬他是在我们群里的，在群、啊、我们群里有小号，然后他看得很不爽，在这找系老板抱怨，然后老板就来我们群里发了1000块钱，是这么回事啊，是这么回事。老板也是需要维护这个客户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能怎么怎么样。不是今天合区吗？合区的时间我问了，是周四。对，我们周四就有了。然后这个飞鞋的话，每天是根据 VIP 的不同有一定的免费次数，所以我们这个每天100次根本用不完，就是见到就使劲用，就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然后这里感谢忏悔送的99玫瑰，我也送他一个。好，我们这回车令也买不少。哎，龙哥怎么搞啊？我们现在是要拿那个元宝呀，我今天充值也没充，元宝也没有搞，怎么搞？怎么搞？想看一下，你来，我看一下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白攒元宝了，为什么白攒元宝了？是吗？招财进宝，哎，招财进宝啊！招财进宝是充值，昨天你就搞完了啊？今天还有啊？那今天要再充1394，你在想啥呢？再充1394，有一次机会。那没有，你们把这个活动都做完了，我今天就没得东西搞。我今天要是再直接充一个什么648之类的，就贼亏。我不会充这样的钱，我觉得我这次我就想玩聪明一点，还充1500。昨天充1500，其实还行的，因为充1500他会送1500的这个元宝。就是送15000的元宝，我觉得就还行，因为那个东西我本来也打算充的，但是是过几天充，但是现在你看再充，他就只给这个流通元宝，像是充5000，他送2万5的这个绑定元宝，其实这个也不划算，没有之前的划算了。我们之后就等那个充值刷新啊，之后日常的刷新，日常的充值，他应该给我一点点东西的。那最多只能那今天我啥都充不了吗？328，刚把这个练好，怎么一个累充？对他这个就是要充到。这单日的累充啊，这个就是说每天充300块，这样的话我每天都可以领这个东西，白虎到时候就出来了，这个也可以出来。今天我一毛钱都没有充，我擦！我如果就充一个这个328，我很烦的。没有别的充的吗？没有。所以你看你玩的什么游戏？你会玩游戏啊，龙哥？老板，你也不叫他稍微攒一下。我今天玩不能叫老板做事啊，不能叫老板做事。你把手机抢过来，你说老板，你玩的太好了，让我来吧，对吧？你说话都不会说。你想攒元宝搞合区活动是吧？哦，合区应该是会有活动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但是这游戏合区特别的频繁。我今天因为我说了每天充300到500，我就充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但是这个是血亏的，各位，你们千万不要学我。然后呢，剩点这个东西就可以领了嘛？哦，1934，我们还要再充66块啊，再充68搞一个，刚好。出完之后我们拿一下这个累充2000的奖励。重启游戏买那个68限时算了，我觉得68的限时给的也一般，算了。不是一点半发红包，怎么发那么快？钱是我的，我想啥时候发就啥时候发呗。对呀、啊，都来多来直播间看着。领取一下，我们这个直播其实有这个东西的。哇，加13000哦，它就是不冲突的，每个人是独立的。哇，这再选一啥？嗯，应该往后选。留着看，再选的话就不是那个东西了。然后凤凰再问一下，怎么我来这儿了呀？我不是去做姿态去了吗？这搞什么呢？啊、这游戏今天白吃啊！你刚不是说你要去做一下羊鸟任务吗？点了些羊，养完之后我喂鸟啊，我喂完了，我喂完之后我就去做姿态了，然后我就在纠结充值的事情。
反正龙哥你也不知道，你也别说了，好吧？我今天越想越气，我真的是很生气啊！我靠，还是不要气，对吧？气出病来无人替啊！以前我妈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啊，她一直贴在我家这个组合柜上面，叫做什么什么诗，就是气出病来无人替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就是我妈天天生我爸的气，然后她就写的，就买了一个那个东西，然后每天劝勉自己不要生气啊，挺搞笑的。捐献一下，你看我捐献都是这个榜源，不是都是那个流通元宝，我这血亏啊，真的是，你要加八八八，我的天哪，再加一下速啊，无视令，多给几个，之后官职晋升，好加一万，变成长水校尉，长水是哪个地方啊？清楚，领取俸禄五勋找回，啊？点击数字可输入找回数量，找回花费22块钱，找回五勋。什么无限？这找回啥？哦，花22块找回800的五勋，五勋就是我们升级关阶用的，它是每天击败玩家可以无限获得，然后呢边境军区什么什么这些都可以去做。你看我好多都做完了，名将斯坦和无双斗阵赶紧做。大哥你赶紧走啊！他怎么我去看别的他也就停下来了？您大哥你有问题？你看昨天你找小七做这个任务了吗？没好用，群里艾特一下他，吼一声对吧？他就屁颠屁颠来了，对吧？哇，这样吗？他我和他关系很好的，你就当使唤我呗，对吧？这多简单的事情，来这儿再刷新啊、哦！不用刷新了，这个要花钱，花钱咱就不刷新，对吧？等就是了，赶紧把这些东西再买。蓝色的法令，紫色，好哦。帮会发布了卡奇任务，哇！现在帮会的卡奇任务也不需要我操心，挺好的。然后呢，赶紧重置一下，我直接把这边这个酒算了，不买了。汇东坊，哇！领取分红，我的分红特别少，现在不是帮主了，现在是副帮主。图图，现在我们帮会人超级多，我们帮会有多少人？200多人。但是还有一个这个帮会，他们为什么不和我们合呢？好奇怪。17个宝箱，我靠，舒服。今天我就把想买的都买了吧。人生难得有些想买的东西，对吧？我靠，直接升到13级了，这应该是加了3000多战力啊。再捐献一下，这个都是一个帮会的话，捐献就很简单了。你看一下我们这个，5级先升一下。我们是350人的上线啊。现在在线的中午在线有64人，活跃玩家应该要翻倍，因为有的人中午没有来啊，晚上来，或者下午来，或者早上来，他这个活跃人数应该有150左右，总共是260个人，然后零下奖励 ，nice。其实我们也可以发布那个砍旗活动的，然后每天其实打架打的还挺刺激的，但是小龙需要更勤勉一些，在我们11点和这个4点钟打 boss， 其实可以录制一下，11点钟就算了，因为今天刚开始的时候你一开始打架不太好，就是每天下午4点钟那个 boss 你打一下，因为对面那个小马哥，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恩怨。给你看一下，他今天杀了我多少次？今天杀了我22次，就今天。我一直在那复活，一直和他杀。然后呢 ，BOSS 打完了，我还在那杀。我们人多，但是他一个人，他复活起来一直在那被晕。然后呢，放我一个技能，我半血就没了；再放一个技能，我就没了；放两个技能，我就没了。所以他复活次数比我的要少。通通原谅啊，这个每天都是他击败。他其实在那边杀的可爽了，所以他没有退。虽然他们那边人少，万一啊，我们二服的人合过去，他们那边人多了，他肯定更嚣张。所以到时候我们可能就有麻烦了，真的。装备。这个游戏就是装备，这个有点烦人，但是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，对吧？毕竟我有这个装备可以合，这他们都是我卡着闹铃卡点过去打 boss 得到的东西啊，对吧？之前大家说董卓没有了，因为每天本来是每天下午5点和晚上9点会出来一个董卓的，董卓那个东西为什么特别的重要？小龙你知道吗？董卓还能给元宝，我看到。董卓最重要的给元宝很少的几率，主要是能给流通的元宝，因为元宝的话，其他的小二他也可以得到，他打 boss 开的宝箱也有概率可以得到。但是流通元宝他们得不到哦，流通哦，对对，流通元宝他们我是这样的，他们是可以，比如打到这个大印，大印可以给这个高战加一些战力，高战喜欢去买这个大印，他们就把这个大印和这个装备上架，然后得到一些元宝。但他们卖出去这个元宝，比如说我们用流通元宝买的，他得到的是绑定元宝。反正董卓也就是能帮他多得一些绑定的元宝这样子。好，这升级，这个正位其实没啥好搞的哦，这个可以升一下，但是加了1000战力就没有了。首次免费啊，同伴再布个阵啊。哎，这个再升个级，对吧？再上阵，哇，上阵一个又加13000，舒服了。盖兰，吃一下这个东西，他不让吃了。一键升级，加的好少啊。这个我们进阶一下，材料刚好有40碎片，加了8000，舒服。再来刺探，找老板预支10年是吧？老板可以预支，但不会是这样搞啊？搞10年这个老板，除非说不会做生意，除非说啊，老板把咱小龙子家的这个什么姐姐娶了啊，倒是有可能。但是小龙没有姐姐，关键是，然后老板也有媳妇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成立条件不成立，不然你说你为什么预支10年工资呢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，这个世界上是就是这样子啊。除了我昨天被骗了15块，所以我就觉得不要那么善良，善良其实
有时候会伤害到自己，但是也没关系啊。这翅膀扶正，它是个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还有个红点？这一个空，直接分解镶嵌，我加4000，分解吧，这个还挺好的，点将。啊，没那个。他为什么免费？哎呀，这个我建议啊，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游戏的策划，动一动脑子，每天的这个免费的拜访一次，他都要等24小时。其实这个不好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最好是等23小时就可以了。这一个估计时间刷进去了。哎，别，他就是鼓励你，因为比如说固定时间刷的话，我可能。就很简单就可以领了嘛，但是我这个要等24小时的话，你就得每天早早就赶紧点了。但是24小时太过了，它如果是设置成23小时要好很多，因为这样的话，我今天再上线，我每天相同时间上线，我差不多相同时间就可以点，我已经可以起到这个效果了。但是你用24小时，我第二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要晚一些时间，越来越晚，越来越晚，到时候有可能我最后就因为这个游戏这样的一个设定，我就弃坑了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我中了一个100啊，就是我中的，我今天充了多少？充了428加一个90，充了一个68，我充了400中的。晚上有国战，晚上半点钟要稍微来点，来玩一下的。但是有可能是小龙来。好，大家好，现在马上刷中立 boss 来，我们先上线，来先打 boss， 先打 boss， 先打 boss。来，我们先打 boss， 他们会来的。好，小马哥一马当先击败5名玩家，他们小马哥在外面，进不来。我们在这里打怪兽，打 boss。好，小马哥一直在外围，他进不来，他不可能进得来的，他进来就会被秒，你看没？啊，你看没？对面还来很多人，对面来了7、8个人，对面人还是太少，他们都在外围都进不来，他们现在外围进不来。小马哥普通觉醒720名玩家，我操！小马哥现在杀人杀疯了呀！来来来，我们先杀小马哥，来来来，我们先打小马哥，来来来，先打小马哥，好，秒了，看没？小马哥被妄图杀了，哎，这不是随便就杀了吗？来来来，打 boss， 打 boss 继续。呀呀，我们快死了呀！来吧，回血呀、啊！来吧，回血！哇，对面来人了！我操，这么多人！哇，对面来这么多人！现在，来来来来，杀回去，杀回去！看看他们有人上麦吗？没人指挥，没人指挥，我们就先打着。啊 ，boss 打死了！来来来，杀人，杀人，杀人！我操，他们人来了，他们人来了！现在，哇，对面人来了！现在这么多人，来来来，杀回去，杀回去！哎，跟着我杀回去！哎，不用来这里了，这 boss 已经杀完，已经完了。来来来，开始杀人，点自动，回下血，还有10秒。来来来，我操，你那个追过来，亲，好死了。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我操，这谁？是尼克，我操，你还想打我？我操，哎，吃完药，来继续进去进人对面打，来给他们都推过去。哎，我们现在就给他们推回去。我操，他们拉你了，他们拉在人队里面了。啊，锅也来了，锅也来了！哎呀，我死了！别！好，出来，来，我们先观察形势，在周围逼动一波，在死亡边缘逼动一波，等我们回下血。来，我们先回下血，3、2、1，回血，好，回一口，好，差不多了，一半血也可以继续打一下。这打谁呀、啊？哎，他们怎么拉到后面来了？来来，原地粉圆，你就上！小马哥在外面来了，小马哥，好、哦、杀死了！我操，43连斩，真舒服！我操操操操，他们拉拎在这里吗？操，躲一下！好，这个林克可以秒了，好在林克可以秒了，你给我死！哎，他们走了吗？